台东县学生校外会7号在台东高中针对台东县高中职校及国中小校长、主任举办99年度反毒宣导影片特映会推广研习。早安，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这个由法务部跟慈济大爱一起来合作拍摄的这一部片子逆子。那么能够在我们台东高中来办这个特映会，那也请到我们的故事里面的男主角黄瑞芳师兄来到现场。那么我刚刚提早到，我在休息室跟黄先生聊了一下那其实我觉得他比男主角这个柯淑媛马波卡波演导啊哈，家己来演就好啊。影片片名为《逆子》，台东县长黄建廷亲临参加致辞。本片的真实男主角黄瑞芳师兄也亲临现场，盼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发众人回响。影片内容表达方式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告诉社会大众毒品的可怕及不要轻易尝试。黄瑞芳师兄也亲临现场，和大家一同欣赏影片。他说：“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发众人回响，以避免青少年因药物滥用而误入歧途，造成个人及家庭一辈子的遗憾。”东台新闻林茂生报道。